本来啊，以为跟你爸在一起能很快有个孩子，没想到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还是没孩子。还没有。那时候你们家住的一套700平米的大别墅，你爸爸每天夜里头一个人在院里对天长叹，想我赵无后，这一辈子就活该没有个孩子。你这么跟自己个儿过不去吗？我跟谁过不去呀？这谁起的名字？赵无后，你就叫赵某人吧。想我赵某人，这一辈子老实本分、诚信经营、价格公道、童叟无欺，怎么我就不能好报了呢？就应该给你劈死。这时候老管家在边看着呢，一看情况不妙，把他妈妈请到了院里来。那个老爷，我把夫人请到院里来了，有什么话呀？您当面说，当面讲。我绝不偷听，我真不偷听。这不偷听，你捂眼睛干嘛呀？你爸爸上下打量你妈足有1个多钟头啊，最后从牙缝里放了一句狠话出来，说什么？夫人，请坐。不是这句话哪儿狠了？你妈一听你爸这么说话，当时就把手里的斧子撂下了。啊，这感受到了我爸的压力。夫人呐，我把你娶回家也有3年5载了。这3年5载里面，我一天班没让你上过，一天家务活没让你干过。可是你呢？你每天不是风花雪月，就是勇闯天涯，要不就是哈啤纯生小麦王啊！您看见没有？我妈只爱喝啤酒。你可曾为我生过一儿？你可曾为我养过一女？他妈妈一听，当时脸唰就掉地下了。夫君呢？看来你是埋怨我呢，是吧？好，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咱一板一眼说清楚。好。我自罚3杯总行吧？还喝呢？拿酒来。拿什么酒啊？老管家一听这太不像话了，一下把你妈手里那酒瓶子夺过来了。得拦着呀！不许喝酒，老爷，我替他喝。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老爷，哎，他还喝美了。哼，你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咱可以剑走偏锋，咱拴娃娃去。他爸一听，哎，我正有此意，来，管家，换点硬币，一会儿咱就奔大悦城，咱抓娃娃去。抓娃娃，啊，一抓一个准儿。拴娃娃，高山求子。没错，高山求子。哎，求死啊！啊，高山求子。行行，高山求子是吧？哎、高山求子，行。你爸当时一想，没问题，高山我认得呀。嗯、把手机拿出来，百度地图一打开。珠穆朗玛峰，这山够高吧？啊，够高了。开始导航，开着你们家私家车扬长而去。我爸还是求死去的，他就光听见高山俩字儿啊。这一走就是3个月，杳无音信。3个月之后，交管局给你们家打电话，说在武清收费站有一老头，应该是你们家的。我这走3月了，才到武清。对你爸那导航设计的是拥堵优先模式。红的路都不走，必须走那紫黑紫黑的色儿。哎呀，您看这功能真好，一点都不耽误事儿。管家把你爸从收费站接回来，咚咚咚咚咚，还喝呢，老爷。哎呀，像你这个智商，你是很容易无后的呀。但是我告诉你条明路吧，在蓟县盘山我认识高人，咱说走就走，怎么样？把车钥匙给我，你坐旁边。管家开着车，俩人就走了。蓟县盘山也近呢，2小时零6个月到了。06个月，啊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呀？不是那天正好运气好，一路畅通，全市查酒驾。啊，对，这个酒驾关半年，吹完气儿就给逮起来了。啊，不过没问题啊，半年之后放出来，管家还劝你爸了，老爷还这劲儿，这就叫考验，咱知道吗？好事多磨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走，咱现在就奔蓟县盘山。到了山脚底下，你爸爸当时就得发愿。哎呀，说太好了，我来这是来求子的，我得行善积德呀。管家，这样吧，今天咱破回例，咱俩买票上山。啊，合着我爸爸原来都是翻墙进去的。啊，破例买票。你爸看有人啊，拜山而上。哦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上。你爸表现虔诚啊，我也得拜山而上，啊、来买张缆车票。跪在缆车上，一边磕头一边就上山了。那他这还是坐着缆车上去的呀？到了山上之后，正好碰上那位高人，你爸爸拿出一沓钱来，啪往这一拍，只要能让我有个儿子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
我这就给钱了。高人一听哈哈一乐，哎呀，你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？借由何难呢？爸，我跟您说呀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别脸红，以后咱爷儿俩咱就这么论。你跟谁爷儿俩、啊、爸，我跟您说，论什么呀、啊、这要的是亲儿子啊。你要亲儿子呀，借有何难呢？走，跟我到后院拴娃娃去。就为这来的呀？到了后院之后，正好有一个葫芦架子，葫芦架子上接着七彩的葫芦。老高人给你爸讲，哎，你看见没？你看这红葫芦，红葫芦啊，你拴它，你拴它，你们家孩子生出来之后吧，这力大无穷，哎，这刀枪不入啊，千里眼顺风耳，哎，怎么还少一个呢？少一个那隐身了。您说的这是葫芦娃呀？你猜你是哪个？我哪个都不是。Bingo！ 你爸爸当时跟老高人促膝长谈，老高人拿着算盘，你爸拿着计算器，俩人一共从58000一路砍到了49000。这就是砍价呢。最后你爸以17.5块从老高人的水缸里拴走了半个葫芦。半个？嗯，费这么半天劲就拴走一瓢。哎呦喂，打拴走这瓢之后啊，你爸你妈生活习惯都改变了啊。怎么改的？你妈再也不吃藏红花了，你爸也不在客厅睡觉了，很快就有了你。这俩人要早这么改都不用拴这瓢。哎，现在您看他是个可爱的小胖子，想当年生出来的时候长得不好看啊，他爸抱怀里一看，哎呀，就这孩子呀，高矮尖，阴阳脸，长短腿，大小眼，他爸抱着这个高兴啊。我都这么难看了还高兴？没错没错，这就是我儿子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当年我拴的呀，啊，就是半个葫芦。去你的吧。